我不要。这个标的是春卷，我们要了一个素的，然后加蛋，拿了一个刚刚做出来的试吃的巧克力蛋卷，还是热的。你不会做这种事啊？嗯，不会啊，我记得有那种。你都是还没有试吃，直接就给他买十盒了。我要个馄饨面，嗯，这种称呼还挺有意思，诸位大德，不要说，还有各位同志，大哥的姐，大德，我们都叫大德。现在玩佛光山，没想到这么大。以前看了很多星云法师的书，然后我还去伦敦的佛光山去当义工呢。嗯。其实我们来的地方是叫佛陀纪念馆，好像只有后面的那一个建筑才是真正的佛光山，他们修行的地方。我早上一般吃的都比较简单，就想吃点面包啊、小点心啊之类的，然后再来一杯浓浓的热豆浆。他还给了一个冬日餐前饮，我尝尝是什么。连吃带拿，他们提供 take away cup， 所以我们又拿了两杯热豆浆。工业港口，达波切肯。Thank you.
底下是好几个鼓，可以轻轻拍打，打完了之后应该就会有灯光噔噔噔噔上去吧。可惜防疫期间不开放。这就是典型的东伦敦的样子吗？我去，我刚看见，废物来了。在这边工作的朋友帮忙给我们安排了一部分小点心，说庆祝我和猛男新婚。这里就只有我们，有蛋糕啊，马德莲，这个也很好吃啊，马德莲很好吃，它这个点心都好吃。今天还有一个会议室，如果端着这一盘进去吃会感觉还在上班。今天晚上就来吃这个。